川菜，谢娜香农自成一派，物美价廉，淋漓畅快，备受各地食客们的推崇与喜爱。仅在上海就有数以千计的各式川菜。前几天我找到了一家开在快捷酒店里面的川味小店，位置偏，出品绝，人均却高达200元，这个价格到底冤不冤？等我今天去试试他家需要提前预定一周的神秘大菜之后再来评说。而现在时间还早，不如先吃个早餐垫垫肚子吧。这是一路从宁波火到上海的辣哭饼，内馅有7种搭配，辣度有4种选择，不辣、微辣、中辣、变态辣，你们说我该点第几种辣呢？我要变态辣。我不太能吃辣，想挑战一下。两勺肉馅压得满满当当，一勺豆角撒得零零散散，两勺豆腐堆得鼓鼓囊囊，一锅面饼煎得焦焦灿灿。变态辣又是5勺啊。5勺。能吃吗？能吃吗？皮捏着很酥，馅看着很足，只是这凶猛的辣度，不知道爱吃辣的腐烂妹子顶不顶得住。汤。辣，绝对很辣，油润的咸辣宛如燃烧的刀刃在嘴唇来回割划，撕出了一道一道滴血的伤疤。我装的。但它一直死死的紧粘住嘴巴，甚至都不会蔓延至脸颊，绝对可以放心的咽下。我觉得对广东人来说是有点辣，对我这个湖南人来说刚刚好。饼皮软韧有余，豆腐滑嫩细腻，豆角清脆有力，肉糜被剁得稀碎的肉糜看似紧密，却松散如絮，少了些许大快朵颐的乐趣。而且随着辛辣的后劲循序渐进，便会彻底盖过内馅的香气，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点变态辣，吃个微辣的应该就不会破坏整体的层次。辣哭饼虽然没有把我辣哭，但嘴唇上残留的疼痛一直在提醒着我，菲呀菲呀，赶快去吃点冰冰的甜甜的解解辣呀。好主意。转场。小时候一到暑假，妈妈就会带我到院子里批发冷饮，爱吃的女孩运气果然不差，现在全场7折，一支起批。等等，还得先看看价目表。哇哦，最便宜的只要7毛钱，还是我最爱吃的糯米糍。那么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是哪一个呢？你们猜我买了多少钱？我猜300，我猜200。正确答案是，嘿嘿，一共省了70多，划算。然而上车之后，跑了18公里过来买个冷饮，打车钱将近60块钱，疯掉了。司机大哥的逻辑似乎确实还有那么一点逻辑。把刚批发的冰棍送回家，再接着出门吃香喝辣。度上说，川菜分为蓉派、渝派和盐帮派，而这家川菜馆的老板刘师傅是土生土长的自贡人，做的就是最最家常的盐帮菜。开头我说的神秘大菜，便是菜单上的牛佛烘肘。嘿嘿，你们听都没听过吧？我也没听过。据说这道菜在自贡非常有名，还一度成为了宫廷贡品。猪肘必须从牛佛镇采买，发生鲜快递，还需做上一番悉心的准备和处理，所以必须提前1个星期才能预定。那我就来替各位观众老爷们尝一尝吧。这猪肘肉眼可见的肥硕，不言而喻的软糯，轻轻一戳便分离了骨肉，轻轻一嘬便丝滑的脱落，忍不住还想再来一小口。浓浓一股清咸，仿佛融化的冰雪在炙热的舌尖均匀蔓延，淡淡一缕微甜，又似迅猛的雷电将寂静的黑夜彻底撕裂。口味温雅和谐，口感均衡少变，找不出任何缺点，却也谈不上有多惊艳。然而接下来的这一锅爆炒腰花则着实让我亮瞎了双眼，啊不是大开了眼界。趁热赶紧吃。好烫，好润，好滑，好嫩。
有了猛火的亲吻便入味极深，并且火候的控制还无比精准，多炒一分定没这么嫩，少焖一分又或许会生，弄出了复杂的咸辣香醇，像燃烧着熊熊烈焰的风火轮来回翻滚，不停狂奔，从红红的嘴唇到粉粉的舌根。腰花太下饭，先盛一大碗。摇花的骚香浓浓，韭菜的清香重重，不放生抽也不放酱油，只用十数秒钟就让多种调料完美交融，碗底的红油还晶莹剔透，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深藏不露。更加不露的是刘师傅的招牌菜儿，酸辣土豆丝儿。和一周前吃到的一模一样，吃感又脆又烫，轻咬即断，调味有辣有酸，相得益彰，浓烈的腥呛，犀利的尖酸，搭配一股子馥郁的咸香，就像最最稳定的等边三角形一般，固若金汤，稳如泰山，构造出了无可挑剔的完美口感。哎，别慌，本期视频不含任何恰饭，以上的文案都是我当时记录的所感所想，当然为了营造沉浸式的观感，后期的处理会稍稍有一点夸张，希望你能够喜欢，然后大大方方的给我点一个赞。四个人吃三菜一汤，人均正好100元，结果把三道大菜干光，滑肉汤却怎么也喝不下来。美女们吃饭都很优雅。哎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刚刚刘师傅说我是美女。这家不起眼的家常小馆价格不便宜，出品很用心，刘师傅说他所坚持的是最最传统的家乡味道，绝不会因为店开在上海而去迎合当地人的喜好，这样的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实在是难能可贵，令我由衷的钦佩。但为了生计去妥协市场也一点也不丢脸，况且绞尽脑汁的融合与改进也更能促进产品的创新。今年是绵阳料理的第七年，在此期间我的风格和内容都有明显的升级和转变，这不是被动的陷入了行业的内卷，而是在主动的挑战自己的极限，营造最极致的观看体验，才配得上观众们的点赞和订阅。